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们上面的那么幸运，在还没有开刀前就遇到原始点？也未必。接下来就是开完刀，哦，比如他的痛也是坐骨神经痛，是他处体伤引起，本来揉一揉就可以好，结果西医说要开刀。那我们来看这位椎间盘突出的案例。椎间盘突出案例，李先生51岁，桃园县人，2008年4月因运动造成左边属膝部以下疼痛，延伸到右脚至无法走路，医院检查不出病因。2008年9月到长庚检查出腰椎椎间盘突出，并开刀治疗。2008年10月出院后回家，一周后又因疼痛再度住院，腰部以下两脚疼痛至无法站立，以抗生素及类固醇治疗有好转，20几天后出院，一周后又因疼痛再度入院。2008年12月进加护病房观察，2天后再转入普通病房，以类固醇和吗啡针剂治疗，并在长庚医师告知下用冰敷处理2周，但病情仍然逐渐恶化，之后只能整天卧床，腰部以下、肾、腿、足底都痛，无法下床站立与行走。2009年1月6日，经张昭汉医师处理后即可下床，患者自觉疼痛感减轻约50%，2天后即可自行从林口长庚步行出院。当时候之所以会去医院是不得已，因为他老婆竟然找到我的手机，用什么管道我不知道，然后来我本来也不想去，因为当时候我都开始讲原始点医学了，我怕万一被人家认出来总不好看，但他太太跟我讲，他说他先生已经痛到什么吗啡啦、止痛剂什么都吃了，结果西医说不但没有好，可能肾脏都已经吃太多药，也可能出问题，说不定还要洗肾，还要进一步检查。他太太完全崩溃，不能接受，他说哇，那我们全家怎么办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听了实在无可奈何，只有带几个基金会人员去医院。然后进去的时候，那个李先生还是躺在床上，为什么？他不敢下床，他说连走路只要脚踏到地上地板都在痛，所以他整天就只能卧病在床。那我看机不可失，马上立即帮他做，结果我发现他整条脊椎啊，两侧从上背部一路痛到腰，连臀部也痛，难怪痛到不能下床，然后连脚底也痛，脚踝开关也有问题，我全部帮他处理了。然后他还担心我，那我走了之后他怎么办，我还在他的脊椎两侧画2条线，有没有叫他我走了叫人家按这2条线，然后温敷这里一定可以好。然后我叫他揉完叫他下来走，他不敢，他说不行不行，只要踏地就会痛，我说我已经处理过，你大胆的下来，但是他还是很小心的，不敢大胆，然后扶着椅子，然后慢慢测试，哎，蹲一蹲可以蹲了，然后再来抬腿也没问题了，然后我再叫他你出去医院逛一圈，他真的果然出去绕一圈了，绕完回来确定，我问他你有没有改善，他说疼痛减轻50%，也就我做完马上改善了，要不然他吃止痛剂什么都还在痛啊。好，那我最后只交代一件事，在他的耳边讲一句话，讲什么？赶快办理出院。他听懂了，2天后是步行出院的，不是被抬出来的，是自己走出来的。半个月到一个月，我遇见他，他已经完全好了，差别就在这里。所以当时我检查的异常，然后也处理了异常，结果症状还在。很显然他的开关没有解决，了解我的意思啊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放下一个案例。射护腺癌案例，102年11月被检查出射护腺癌，
并且有转移骨头，而且是属于晚期。103年10月，因为腰痛接触原始点，操作过程中改善很多，因为运动突然过量又不忌口。104年2月，因为腰痛、肩椎痛、大腿骨外侧疼痛。104年3月23日，因为全身瘫软无力，无法行走，挂了急诊。医生说肿瘤压迫到神经，需要开刀处理，让神经减压。开刀住院半个月，对疼痛一点减缓也没有，而且一天吃4次止痛药，打吗啡针、吗啡贴片，还有电疗，对疼痛一点改善也没有。于4月15号，我拿四角助行器来到基金会做学习体验，当天我的疼痛就减轻一半了。我每天的原始点操作过程，喝姜汤，75克干姜，3000cc 的水熬煮到700cc， 温敷24小时，按推，每天按推2次，运动，爬山、爬楼梯，不吃寒凉食物。今天5月5日，从行走困难需拿助行器，短短20天，我现在可以爬山了。非常感谢基金会诸公菩萨们，更感谢张医师创立原始点基金会，还有感谢协志师兄的照顾与辅导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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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不会，谢谢大家。早安。今天特地来这边感谢张医师还有基金会所有志工菩萨们的照顾，所以我今天才有重生的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讲话，感恩大家，谢谢。所以现在很多的观念说，哎呀，会癌症会很痛，癌没有跟痛有关系，它是异常形态，跟症的不适感根本是两码子事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也有很多食道癌，我也遇过啊。其实说，哎呀，你这个食道癌就是因为食道有肿瘤压迫，所以你吃不下饭。结果这样的案例我做很多，上背部痛点找出来，揉开温敷，叫他立即吃。马上都吃得下去，这样案例我处理太多了，所以我确定这个也跟异常无关嘛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放一个直肠癌案例。本来我也是做那个生机饮食的，大概喝了生机饮食有10几年，怎么喝到后来是手脚冰冷啊。我也有做每2年做一次粪便检查，做了大概有4次以后，在2015年4月发现是阳性反应，恶性肿瘤，到医院开刀，把直肠所有功能全部切除，然后到2个月以后就肛门开始疼痛，痛得不得了，然后就回去找医生，医生用了内视镜检查说，开刀的地方也没有异常，整天哦24小时都在痛，他就开止痛药，开到1个月最高量84颗，8个小时吃1颗，但是还是不行，还要自己花钱再到药局去买
更重的都要来出。大概出了将近一年以后，医生说你不做人工造火的话，这个已经成常态性，不做人工造火会一直痛下去了。后来在我太太的亲属里发现了原始点，就到网站去了解，看张医师的讲座跟手法，然后有痛的时候，我太太就按照张医师的那个手法按推，真的有效，那个痛的时间也缩短了，就非常有信心。到2016年的11月，就到延寿殿来接受延寿殿师兄的手法的调整，然后我太太也到厨房去学习延寿殿的煮法，没有到这里来，也不知道煮菜都怎么做，姜汤怎么煮。后来我们在家里就按照正确的方法在家里做，从11月到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，真正符合延寿殿的处理方式，大概只有最近的3个多礼拜，其中包含了运动，从爬楼梯到志工每天陪我去爬山，找出原因后，跟这个处法做法一切符合以后，就完全改善，不再痛了。止痛药也1个多月没吃了，现在我的体力恢复的状况很好，甚至能够帮我的太太按照延寿殿的按推保养了。其实要真正的落实才能完全改善。感谢延寿殿，感谢张医师。哦，你从他的叙述中，他发现的直肠癌有没有症状？没有。然后把12公分的肠子切断之后，他开始后来慢慢肛门痛了，有没有？那西医说要做人工造门。问题来了，痛跟这做人工有没有关系啊？那个造口有没有关？跟人工造口完全无关了、啊。你们现在已经知道，痛是属他处体伤，对不对？只要找开关就能解决。还好他还没有做，之前遇到原始点，他太太帮他做好的。啊、哦，那这个很明显，异常也跟症无关。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足底痛的案例。足弓痛腰椎开刀案例。你哪里痛跟大家讲，现在还在痛吗？他说10年了，好不好治疗？这个小 case 啊，我问你，为什么足弓痛他要开你的腰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是因为我的腰有滑脱，我那时候椎间盘引起的足弓痛。对，所以他建议我开刀。然后他说，他的病人有这种 case， 也因为这样子好了，就去开了刀，反而更惨，就没有好。我马上帮你做。是个小 case， 脚就伸上来。我看到我是有信心的。你这里痛是吗？对，我这里痛，两脚的。好，我先做一只脚，我跟你讲，就按在这，忍一下。啊，这里痛不痛？这里也痛，但是刚刚这一点最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不要？忍一下，忍一下。啊，这里痛不痛？这里也痛是吗？好，这里开始痛啊，这里啊，这里最痛，中间这一点，哎呀，多了，好啊，上面这里也痛吗？这里就不会了，就是这一点开始痛了，哎呀，就这么简单而已啊。好了，你也叫够了，我揉好了，这个不用，这样不用一分钟就可以解决的，干嘛还要开刀？我现在来帮你敷完也那么痛啊！好，我轻轻的，这样可以吗？轻轻的，可以哈、哦，我轻轻的摸而已啊，好，
现在舒服了吧？舒缓一点了。好，你去走吧。不用那么小心，就好好走。哎，啊，你跟大家讲。哦，真的是不痛，不痛了啊。你看哈，一个足底痛，痛十年，找很多医师也没有效，最后医师说腰椎引起，他果然真的开刀了。就开了有没有效？没有，而且不但脚底没有好，又多了一个腰痛，更惨了。结果我有没有把它解决了？有啊，一分钟，只是很痛而已啊。哦，你看他说来说去啊，哦，这么简单的痛表示他处体伤的概念，就这样找开关按了就会好，但你不按，你就是好不了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为什么针灸要针刺穴位，就是找开关。那我们开关都已经找出来，所以我确定即便十年也是小 case， 我是很有信心，我知道这个一案一定可以改善。好，那这样说来，我放了那么多的 case， 我相信你们应该了解我的用意了。之前放的就是正跟状彼此没有因果关系，这里放的代表所有检查的异常形态或异常指数跟正与状有没有关系，再进一步证明这个彼此间也没有因果关系。